包袂放袂，只能包袂偌济？袂你三了三五三百块，免来老板来两百，只能包。只能包袂两百，只包过三公斤五百斤啊，三百块，两百了啦，包不包？还佫两百箱哎，两百块啦，一人一包，一人两包，一人三包，两百块啦。五斤重呢？哎呀，五斤重，五斤重呢？我过来一包，佫一份就对啦，佫一份，好好啦，来走你来。五顺街哪里的？我不知道是五顺街，我知道这边是六米街。这里在中国医药学院的后面。你拿用钱嘛？我这廿七人，你钱会抢无？是。来，个人买回来，个现在两百块，两百块钱。啊，这沙包两百块，够了。摆在我们这很有花的，对吧？还够两百，还有没有人要两百块呢？哎，我之前我先来这沙包过来，两百块。来，大家过来讲，过来讲。哎，我今天我先来这沙包过来，两百块，先来两百块。两百块够人买无？两百块，还两百两无人买？无斤的飞机无人买，两百块无人买，一斤飞机要三二。等一下啊，下次我讲。两百无人买哦。好了，先别讲出来。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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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，嘿呀嘿呀，买五百啊！嘿呀，你要哦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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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啦，慢慢看我整朋友，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虾子香蟹卖，看要多少？虾子黄黑的鳕鱼条，鳕鱼条，鳕鱼条，我到了。哎，五百块啦，蟹啊，哦，这正红卡蟹啦，来，五百块啦，这我好难要请。你要三百两份，还是五百一份啊？五百一份就等于三百两份。哎，这个你这个送你五百块，我发货丢了。海虾，虾子来五百块，虾虾。五百。我两三百两。刚刚三百两份，不卖三百，今天不卖三百，今天只有五百，哦，五百块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五百两还要一份？那不要，五百买两份啊，一千哈，一份啊，一份好了，谢谢啦。我价钱咯，你等于讲给我，好啦，好啦哦，啊你，你有你搏掉无？你搏输掉哦，你敢想的？讲给搏输掉，谢谢啊。个人买虾啊，本来五百块，五百块的。虾子无人买，迄虾。你要等人来嘛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先放过来。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虾够来了，五百块了。肯定啊，五顺街的市场就是东西市场，是啊。那就是啊，有人说是啊，硬好的。啊，两个鹅啊。两个鹅啊。好，等一下好了。还够五百先买虾，还够五百块，五百块够无？无啦，好，我收起来，我来试试啦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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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兴 VS 文武街，对对对对，转进去东兴市场第一条街在右转就是六明街，好，他是从这个那边过来的。这个东兴路这边有一个车的，你右转再右转就到过去了。医生早安，旁边的面好像不错，变好咯。哎，两百块够先买两百块，我不能买啊。大约到九点还是买几？OK OK， 不能包。等等，这两包几箱？两个两包，我先卖两百块，有人买无？无啊吼，我搁一箱来，搁一箱。小一千，小。那个。我先找。哎，有一斤两包，两包。朱建浩喽，我也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。他贵一阵，上贵一阵，他卖卖到两包三包。即摆两包两包，过后你摆我来保证，若无起劲哦，我头都少少少少爱两百块，两百块有一千有人买，他刚好来两百块啦，无人买哦来。哎，那香鱼怎么？香鱼哦，一箱一箱，我也还准备听到有声音。不要啦，你买一份的啦，先买。后面那位香鱼啊。好啦，慢点。等你啦，等你，我人要选一条，选一条对啦。我今日多少人爱食个？今日不过就三百啦。你买二个无？
200块，两百块的。哦，还是算一下，卖200块，200块2分。2分就好了，谢谢，感谢，200块。还过来，那是第个贵的。来，过来200块，下来200块。来一斤。这样的啊。哎，对，那两个你的啦。啊，这要搁一个啦，200块。还过下来，偷偷学，偷偷来。还200块，200块，搁200块啦。最爽的话就生。哎，这这两个用吹，用钱好吃，好喝不？啊，我不是来了吗？啊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现在能办过来，能办。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我这不就来了吗？哎，最后一箱没有了，来个箱来了，没人了，没人，来个能办过200块了，来个能把箱卖200块能办掉了，能办过没人还算鱼呢，算鱼没人来，来这两个够加了，200块能办。好的，能办。快了，来收开了。来啊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，你来！江鱼，江鱼，江鱼啊！来，伊要收嘛，伊等下搞点来。来来。他们好几道一样，根本就是玩浪白。来，来三来，四来，五来，六来，七来。还是八交你300块，你若搞八十八，你300就好。八来七八两八来啦，不三八又来，四八又来，还是五八来，六八来，七八来，还是八交来，九八来，十八来，300块啦。我啷个想你无啦？还两八来，四八来，还六八又来啦，还八交来啦，还搁剩下来，十只过来啦，300，不然买无300块，300块然后想你啊，不然买好来收起来。别带，这水库来，别带大地二 A 来呢，大地大安来个，全部都丢人来无。等于严肃说来打针，丢了这两地，这四地来，就讲给这六地来了，上你航班，到你航班，航班会消除。哎，这六地来上海，我这地起码用九五八就400-300嘞，300块这地我都讲，哎，这地过上海300块，这地过上海300块啦，300，有人买来，这地过上海300块就啦。300，有啊，那刚才就问我去问旁边的人，对吧？木头到两条，因为300一个搞不完，木头到两条。这只上海几号人来？十天。这上海一下还有人来不？这只。在那边问我。这有人捡的头头尾了，后尾只等你来上海。有好几个出来用只，用差真的丢。哦，开卖便宜只，哦，我是要单调的，送嘛你带着，我搞不完的。只要上海上边就是这块啊，这块拢胶原蛋白的。我伫上海，我少食个，即摆上海，即摆卖讲开2000块啦，1500了有人来，1000个啦，1000块啦，上海1000块，1500人来，1000了，因为上海1500啊，1000块无人来，啊不是今日问上海鱼啊，再上海鱼来，佫无人要买，因为1500，800。对啊，再去老板了。你要不要？我是不要陪他们走最后一段路。哦，还有。两位来，两位来，三位又来，四位又来。啊，下次。不是，四点来，五点来，2包。还有2包，我包一个，现在200块了，3点2包了，还4点2包了，又人还无包一样。包一样。2包，2包。我问一下哦，对，即摆甲你讲，即摆我抬了2500啦，安尼来啊，我招一人客买1500啦，哦，即两尾要来1500啦，干那即摆我抬还是1500，即两尾要来1500了，1000，有啦，我够没？1300了，2300，1000了啦，哎呦，1500啦，两尾1500了，一只500，一只500，即两只1000块啊。腰身，腰身。啊，无做八百。好呀，看你买。准备500了。啊。哎呦。啊，你只要单挑。好肥。你鞋臭嘛？什么鞋？有鞋鞋。鞋鞋还有900有人买，我900我单挑哦，900有人买。
你有这样烤？你有在吃咖啡？一只，是龟龟一只。以为伊阿在笑呢，伊阿在笑，你看。现在这两位拢来好啦，就一个去啦，进来啦。大只干啦，我即摆要抬你楼上，即摆抬起啦，我即摆也1500你抬有无？现在两万，几单伊拢上。现在一摆1500，这两位来开，就开3000，两千了。我靠！上班啦，现在还上班无啦？你上班若无想，你茫甲买啊！你上班一定爱买有这有想。啊，一人买两买先买啦，一人买两买先两千块，千五了，现在千五块。哇，一天干六百尔。杨狗狗不用羡慕，杨狗狗是。1000啦，千五啦，上班啦。最辛苦的时候，狗狗。这两家现在是上班嘞。一千块哦，你别套大了。1000了，1000，你啊，他们俩，哇，好大胆！啊，我不掉了。掉了，掉了，你给我找找我，再捡回来。这黑了啦，我最先买。再多啊，看我这阿爸说我能玩。安尼哦。爸爸，他早来，我他妈他早来。爸爸，还咸鱼啊？哇，咸鱼啊！哇，你不咸鱼啊？咸鱼啊！咸鱼啊！咸鱼啊！无啦无啦，伊放多，少啦，少嘛，没啦，少啦，我是讲要买上多来。哎，你的哦，太大。几位鱼啊？是100，100哦，100有那条不？放上来啦。哦。有咧啊，你好两万，这4000拢无去啦。我跟你好，而且我跟你较好。啊，这200块啦，300、200、400、500，还是5位200块，这5位。哦，无用啦，伊死。啊，这个200块啦，卖无咸鱼啦。哦，这保险卖袂死咸的咧，佫剩下。结婚假，结婚。还3位哈。结婚200，结婚包起来，是包起来啦。九点搞啦。200块啦。哦，先买，先包起来啦。这个没有给我们捞起来。哎，捞起来，捞起来啊！9点到。跟你好。9点到。哎，够两百，先买200块。去你的咸鱼，我帮你包一个起来哦。200来够不？200块，我还要再一份。哦，你要再一份。好，等一下，这刘月宇有没吃过刘月宇啊？那给七兆哥寄钱，你看这有人来吗？七兆哥寄钱，一包一公斤，这两包两公斤啊，先来。这两包先来。300啊。包卖你100块，这两包卖300。第二个。100块。认识了 ，OK。
来比啦，来比啦，来比啦，啊，这是我啊。我坐了两个比较肥哦，啊，我坐在四条在那里等啊，看还请客公司啊，哎，比看汤叉菜拢会使，看叉饭也会使，来，我这个迄个，一百块来无？一百，一百块，哎，比一百，啊，胖红的吼，是啊，你啊，够像像啊，今天有张一奖吗？没有没有张一奖，哎，比差无多啦，哎。哎呀，一百块啊，好后边啊，你买五百，一百块，前面一个，买少啦嘛买啊，伊就讲我有做去啊。啊，迄边头前我一个，拄着我会在加加了哟。安尼你做个你十买，够吧？你想用我够来够十个啦。伊只买十包哩啊，伊只买十包哩个。啊。你说台湾公？我一分，哈哈哈哈哈，比一百。好了好了，我跑了，你来打包，放心嘞。他在后面吃饭，去让他吃饱一点，等下再上来跟这些人吃饭。比一百。他最近瘦很多，要多吃一点。他瘦很多哎。很多吧。是吧？八十块就好。哎，无系币啊，对无？哎，无系币啊。这最叫哦！这最叫。啊！最叫完那啦。完那啦，快寄完啦，快寄完啦。来，快寄完交，快寄吧，来。吴乡长，有人来玩两百块。吴乡长，快寄完两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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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，哎，两百，那今麦是安怎？你全国人来哦，两百，八个位人来，两百，现在看到了，生气当然不管了，像你老婆如果生气，或者你不能生气，两百，然后你问他说你要不要吃东西，他就说不要。两百无人来，吃无啊？这边一百来，我去买小飞机哦，好，说随便。然后你买回来以后，你就问他说，来一百，你要不要吃？他说随便啦，然后就他就会把你的东西吃光光。来一百。要安抚老婆跟女朋友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喂她吃东西。一百块。来一百个人来哦，加个两个。来交会计吧，会计完嘞，一百块。来一百个人来哦，会计完一百，好。拉油拉油拉油，拉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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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百块。一百块来。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很便宜。来，今日要无啊，个人来哦。一百。一百，对啊，一百块，你敢？我来买啊！你敢不？你敢不给你老婆？我给你买那个东西看看。来，就一块，什么啊？就一块，两百，就一块两百，还两百，两百够了，就一块。两百，还有一花，两百块，多少钱啊？掏钱，掏钱，有一花，200块，有一花，掏钱，几两？不要买几两？带走诶，来带走你哦，好带走你哦，一结婚起来，结婚包起来，结婚拿起来啊，哎，来个结婚来，够人来无？有一花。有包包啊，包包啊！来过来，厉害哈！啊，两百，好啊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来。有一位过来了，有一位，好那边。来，来，老弟。有一位两百，两百过来了。
我很会控制老婆。还好啊。哪像你，只会问人家 gay 阿美，他也不会照顾啊，只会问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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